又到本格男士日常评测时间，号称男人的衣柜的海澜之家，衣服质量到底怎么样？做电子产品出身的小米能做好衣服吗？我们今天来评测一下。小米羽绒服卷起来能放在袋子里，挺方便的。面料、拉链之类的细节都很好。海澜之家的羽绒服一打开包装就有刺鼻的味道，很多设计的小细节感觉有点多余。小米的羽绒服用零缝线充绒工艺，既不钻毛，又增加了保暖性。在小米无缝线工艺的对比下，海澜之家这个缝线美观度就差点了。我们介绍过，挑羽绒服最重要的是看充绒量、含绒比例还有蓬松度，这两个品牌都标得挺清晰的。但同样是白鸭绒，小米羽绒服拍压一下很快就恢复了，蓬松度更好，含绒量同样是90%，海澜之家回弹缓慢，说明蓬松度不高。了解关于如何选择羽绒服的知识，关注本格男士了解更多内容。穿上后，小米这件款型比较肥大，我们的同事比较瘦，穿起来略显臃肿。海澜之家倒是比较合身，但是款式剪裁并不年轻。海澜之家这件袖口和领口都有点漏风，整体也不如小米的暖和。你买这款400度的羽绒服也帅不过零更新，还不如程序员们爱穿的这件暖和实用。想了解更多男性职场穿衣打扮的常识，就来关注本格男士吧。